这个才开。哇。哦，这个才开。哇。哦，这个才开。哇。就是这个样子。干你妈！而且刚一端进来的那个香味特别的浓，然后我首先就第一个就闻到了这个香味很好，非常好，我真的没有办法挑毛病了，我没有挑，非常好。哇，从这个菜整体的一个形端上来，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完美。哇，所以我还想说一下，本店是做不出这个味道来，真的。哇，你吃吃看的感觉。되게근데희한하게눈물날것같은데정말내가맨날며칠 동안노력했던게헛게된게아니구나라는생각때문에되게뿌듯하고기분이되게좋더라고요下一位由我们的金炳焕先生展现你的。哇，장난아니다。哇，너무기분좋네요진짜。哇，이만해도진짜기분너무좋다진짜。哇，열심히안했잖아。아무슨소리열심히했어요。哇，진짜열심히했지。哇，기분이렇게。我认为从形状上来说的话，你的刀工特别好，是吧？然后能雕出来这种形状，像一个小松鼠，很像，特别像，这种意境特别好。然后呢，这个鱼最难做得到的就是什么呢？外焦内嫩啊，盐味的把控，还有它的甜咸的一个适中啊。但是从这几点当中呢，金先生呢，他每一个步骤他都精心的去做，感觉得到。因为为什么？从他腌制这个鱼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如果这道菜他没有把控好的话，他就会咸，不然的话他的那个腥味他也会去不掉，他那个腌制的一个那个去腥的料材他下得非常的到位。啊，真的鱼我不怕，真的나도마스터를해서가는구나4일동안열심히집중한보람이있었어요最后你们呈现的作品可以这样说，如果没看到你们是艺人的话，我可以这样说，你们都是一个合格的厨师，你们非常的优秀。希望你们回国以后把我们的湘菜能够带到韩国，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菜式带到韩国发扬光大，远景，祝贺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好，끝났는가요？아，그럼이제안아니1등2등을가려주세요。